我们作为新移民在海外出门办事，你说哪有不求人的？你说给钱呢，太尴尬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就一句话 ，I buy your coffee, I buy your coffee。大家好，我是蒙特雷小猪，今天给大家聊聊关于送礼物的事情啊。I'll call you something.小猪常年身上背一叠的礼物卡，那什么样礼物卡？什么新爸爸、星巴克啊，什么 Tim Horton 的、沃尔玛呀、啊，什么超市的这种礼物卡，常年我背这么一叠。那平均面值也很少，也没多少钱，就20块钱一张啊，或者50块钱一张，一般都20块钱一张。我常年背的，为什么？我们作为新移民在海外出门办事，你说哪有不求人的？你说给钱呢，太尴尬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就一句话 ，I buy your coffee, I buy your coffee.I buy your fruit。 出门在外不打笑脸的小猪就是这样的。你所以说我说我们在国外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我常年这么多，我现在包里掏出来绝对有这么多礼物卡，就是遇到事情不管求人办事直接上，老外对你的看法想法立马就不一样，180度。 Merci beaucoup, Thank you so much, You are so handsome today, You are so great。这不是说教大家学坏啊，这不是说什么教大家社会什么，这就是人之常情。规矩矩的，我从来没遇到过啊。It's just a cup of coffee， 这只是一杯咖啡，当然能买十几杯咖啡啊。对，从来没被拒绝过，什么会被拒绝呢？我只是展现出我的善意来。我被警察拦过多少次？警察拿我的卡都面带笑容。我被警察拦住了，然后说你开快点，要给我开罚单什么的，对不对？I'm so sorry. I'm new immigrant. I really don't know. 我是新移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拿张礼物卡给我 ，I buy you coffee. 谢谢警察叔，你今天这么辛苦了，对不对 ？You take care of me, and then I can take care of you. 这才就人之常情嘛，全世界都一样嘛。我是蒙特小猪，一个有趣的灵魂。